嗨，我是威里安。那为什么你就是国中什么时候那时候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歌唱比赛？然后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那时候，对啊，私底下唱歌这样子，对啊。班上会唱歌吗？班上唱卡拉 OK 或什么的？唱卡拉 OK 还好哎，班上会被拱上台唱啊，有时候。你好，是哦，那你那时候就有以前啊？那时候就拿吉他？没有，高中才开始学吉他。那你现在去卡拉 OK， 你就会唱什么东西？上去 KTV 的话，如果你想唱，你都往都点什么？我现在很少去，我记得以前每次去 KTV， 我一定要点两首是《小丑》。是多少年？我不会唱，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那一首哎、欸。我会点《Melody》跟《黑色幽默》，就是以前去 KTV 我一定会点两首，因为最有把握。对，不是最有把握，因为我以前很爱唱那种很高音的歌，我会觉得音到那很高音会有某种爽感，是爽感，奇怪。哎，那你觉得你现在你写歌里面有没有什么歌让你发挥到这样？我现在不喜欢那种很飙高音的歌了，因为太超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干嘛要超自己，但我还是写了很多超自己的歌。